Ашсан. Тэгэл яваач хаа. Хэнэ дөх? Монгол хүн тийм аврах хүнд мөхлөдөггүй. Дахиж мөхлөөд. Эми наавал. Эй. Лася. А. 咱慎是又动慎啊？动什么慎呀？现在钱宽的伤成这样，肯定去不了草原了。我还得另找一个人呢。嗨，还找慎呢？我张杰那是三条舌头，哼，一个顶俩。你会算账吗？你会数羊吗？都不行吧？要我说呀，得听师傅的，叫上史大学。史大学？嗯，不是，他那么会算计，把咱俩都搁进去咋办？ 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我师兄，走吧。哎呀，一共才40两，甚是能攒够买房之地的钱呢。我找他去。哎，哎，上哪儿啊，史大哥？哼，还生我气呢？ 刘勇，别老跟师弟生气了啊！上回那是算我错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今儿中午啊，我在红胜楼摆了一桌，咱俩好好聊聊啊。你到底去不去啊？到时候再说吧。可别到时候再说啊！我都准备好了，都定下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哼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一步啊！我等你啊！就这么定了啊！哼。 别问这么生闷。老乡，这史大学要是不入伙，那该咋办？不会的，他也想赚钱。哎，哼，史大哥，哎，史大哥，干什么去啊？啊？你不会想拉他入伙吧？啊，当然得拉他入伙了，这活光咱俩干不了啊！哎。 贼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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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
容不得你。关键是，你得发誓以后再也不偷了。我发誓，这以后要是再偷的话，我父母全死光。师兄，你，啊，那既然他都这么发毒誓了，还是有点诚心是吧？对，一定有诚心。来来来，石大哥，我不会喝酒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少喝一点。石大哥，这王哥都说了，你是又懂羊又会记账，里里外外一把手，这次必须得叫上你啊。你们有多少本钱呢？我有50两，张杰呢有20两。哎，那你们非让我去也行，不过我有几个条件。你说，师兄。第一，我只能出30两。行。咱们所有的银子都由我管，张杰不能碰钱。师兄，这有点不太合适吧？他咋不能碰钱啊？凭他偷过瓷器。那人家都发过毒誓了。哎，王哥，他管就他管，
反正啊，石大哥会记账嘛。第二，所有开销还有粮食，也得我管。师兄，我看这条就算了吧。当初咱们一块运军粮的时候，就是你管口粮，差点没把人给饿死。这口粮我管吧。你管啊？你管得了吗？不，你一高兴什么事儿都干，这点粮食够你糟蹋的。要管也是我管。哎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个，反正就那么点钱，谁管都一样，就让石大哥管吧。第三，我出三成，最后年底分红，我要五成。这更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你拿三成的本儿，然后分五成的利，这因为我活比你们干的多呀。啊，再说你懂羊吗？啊，你会算账吗？那采买凭照还是我的呢？屁，那是师傅的，什么你？那师傅也是给我的呀。给不给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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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史大哥懂得多，就多拿一成。这样吧，这次我算一成的利，就算给二位哥哥当学徒了，行吗？那最后一点，你俩把现在手里的银子都给我。小银碗60个，木梳子20个，茶叶2箱，红糖120斤，冰糖160斤，来，布是30匹，喝口水来。黑砖茶100块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50个，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。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30捆，我让你跟我出去，你就跟我出去一趟呗，快。老板娘，你看他那扭扭捏捏的样，哼，有什么好事儿我跟你出去不就完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油嘴滑舌的？我跟你说话了？我。你闲着没事是吧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水来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哎，你别拽我。来来来，拿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上次你卖羊给我挣的钱啊。这次拿着吧，以防不测。哎，我不能要你的银子。哎，什么我的银子？怎么就不能要啊？那我老叔的银子你就可以随便拿是吧？我不是你。你开店也不容易，是吧？这银子我真不能要啊！哎，你知道我开店不容易，那你还不帮我？我咋帮你啊？我得去草原上做买卖。你真不知道怎么帮我呀？我这银子我真不能要。不要拉倒，出去啊！我出去，出去！哎，我是出去，我出去！哎哎，出去！规划来的单门庆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吗？你看看，我们带了好多货来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汉人就知道做买卖，没看我正忙着吗？完了完了，急了！我说，人家正忙着呢，上别人家看看去吧。哎呀，咱口粮有限，别在这耽误了，走走走走走走啊！就是，老乡，草原上牧民多的是，咱换一家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哎，大哥，有什么活需要我们的，我帮你干吧。好啊，来，绑上。好，好。哎，你们俩别看着呀，过来帮着一块干。哎，老乡，咱是来做买卖的呀。哎，阿嫂，哎，过来过来，来了两个帮忙的。哎，他们家修羊圈，你们过去帮帮忙。哎，帮以后帮你也是做买卖的，是。我就到我家里去吧，两个去吧，走吧走吧。活多不多呀，你家？哎呀，你这还有心思看呢啊？没有。你说你啊，多余揽这个活，把我腰差点累断了不说吧，啊，还耽误了一天的买卖，还浪费了一天口粮，这事让你干。想做买卖啊，就得先交朋友。师傅这本本上写着呢。哼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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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让他干活吧就行了。
再招帮女人可有精神了。你要是眼馋你也去了。哎，两个兄弟啊，今天把你们给累坏了。不累不累，喝奶茶。哎，谢谢大哥。以后啊，有什么活的话，就直接招呼我们干就行了。那当然了，会招呼你们的。倒挺实在。哎，你们带的什么货呀？哦，我们这次带了茶砖、糖、酒、米、面都带了。哎，都是我们需要的嘛。哎，你们这些货，我们几个木户全包了。啊啊，这真的呀？那当然了，你们实在还帮我们干活，我们就实实在在的给你们做买卖，应该的嘛。不是，就这买卖，这买卖就成了。可不是成了吗？巴特大哥说了，咱们的货都要了。老乡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手扒肉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吃肉，巴特。哎，你看，这年轻人懂礼，我们干了，干。哎，你这朋友怎么不喝酒啊？我不会喝酒，哪有男人不会喝酒的？我们这儿的女人还能喝酒呢。兄弟，你歌唱的真好听。史大学，赶紧喝啊！你要是不喝的话，他的歌声是不会停的。喝吧，史大学，真想不想赚银子了？想不想跟他们做买卖啊？哎呀，你这喝吧，这快喝。哎呀，来！哎呀，哎呀，他喝了，喝了！好，好，好，这才像男子汉呢！在，在！哎，大学，大学，哎，这个你拿着啊，给你拿好，嗯，走吧。在，在。您这梳子还有吗？再拿来我看看。可滑溜了，这梳子干嘛？可好，你看看，去。也不贵，两张皮子换一个梳子。哦，啊，你要哪个？要这个。这个哈，好，哎，这好。那我给你系上了啊，好，两张皮子啊。哎，你走吧你。大人，来了，大人。嗯。嗯，不错。哎，大人，咋样？你可真有眼力，这个最好，你看，还不贵，二两银子。二两银子？啊，二两。那我要拿呢？谁拿都一样，我这个就二两银子，不还价。哼，怎么了，大人？钱没带够啊？大人，我们再待好几天呢，完了你拿银子过来，我等你。行。走，哎，大人，我给你留着啊。石大哥，啊，刚才那个军爷买的什么？什么也没买。他看好鼻烟壶了，我管他要二两银子，他跟我讨价还价，我没答应他。他说他银子不够，我说你回去取去吧。你管人家要二两银子？啊，我说石大学，你咋那么不通情理呢？咋了？咱们出门在外做买卖，最惹不起的就是这些人。人家喜欢你就应该送他。我送他？我做的也是正经买卖啊，这些货也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我凭什么送给他？我说石大学，你真是个呆子，没法跟你说。我凭什么送给他呀？巴特大哥，这次啊，多亏了你，真的谢谢你啊！谢什么呀？哎，你们能过来，我就高兴了。哎，来了，大学，咱那鼻烟壶呢？犯什么愣啊？咱们进货的时候最好那个鼻烟壶，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啊，给我。哎哎哎，巴特大哥，这次我来啊，也没带什么礼物，
这个鼻烟壶送你吧，你就拿着吧。这哪好意思？这算啥呀？好啊，兄弟。哎，哎呀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好。哎呦！行了，你就别发愁了。你算过没有？咱们这群羊到底能卖多少银子？我算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咱挣了银子，你没事就乱给人送东西啊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做买卖呀，就要广交朋友。再说，这两天咱们吃人家羊肉，至少得值二两银子吧？你好意思白吃人家？这也倒是哈。什么也倒是？当然是了。哎，张杰呢？我没看他跟你一块喝酒啊。跑没了。哦，刚才啊和几个蒙古姑娘跳舞来着，谁知道跑哪去了？这小子一天不干正经事儿。记住了，只管拿羊，不许伤人。哎哎，那我走了。嗯、哎，王向清、张杰，这块草挺好的，就让羊停下来吃会儿草，咱们也喝点水，吃点东西，歇会儿。我呀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张杰这次啊，真的没少出力。哎，谁也都不容易。我想把我的力呀、啊，让两成给张杰，行吗？那你自己的事儿我不管。那不账你管着呢吗？钱在你手上呢，我跟你说一声啊。在我这儿我也……哎，张杰，啊，王向清说了，他把他那个四成力让给你两成，魏深让你给我。嗨，咱们一块儿出来混都不容易，原来给你一成的力，我这心里边太过意不去。咱们以后不是还得一块干呢吗？是不是沈大全？那倒是。王哥，啊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最近这一带土匪特别多，要是一会儿遇到抢羊的话，咱就把羊给他们，他们拿了羊就不会伤人了。啊？这别开玩笑，那强盗那个只要银子，不要羊。自从去年费大将军坐镇规划以后，周边的土匪都揭不开锅了，现在连羊都抢。我的一个朋友前不久刚遭了劫。没事，万一有强盗来了，有我呢，我跟他拼命。啊，不就有几强盗吗？还打了他了，不就强盗吗？真是。咦？妈呀！坏了！啊！官兵来了！哎呀！别害怕，我们有飘罩。哎，军爷，我们是坝口子大营的采买，有票照吗？这是我们的票照。王向清，26岁。啊。丁毛蛋儿，15岁。啊，我是丁毛蛋儿。嘿，就你这模样，还15岁？人家怀孕10个月，你他娘的怀了10年吧？我面朗。大胆，竟敢欺骗本官！这文书中没有你啊，违反大清律令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，军爷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丁毛蛋啊，突然病了，我们出来的急，所以就忘了换文书了。他们两个是出来临时帮我忙的。军爷，我呀是坝口的大营的采买，您把我们抓起来了，我上边怪罪下来，这不是你也不好受吗？是不是？少跟我扯什么兵营采买，谁不知道你们这是大官家的买卖，做着个人的生意，不抓你们可以，但这些羊都得没收。哎呦，军爷，千万使不得，这些羊是我们哥仨的命。就是，我就是让你们这些买卖人以后学聪明点。在土默川的地盘上，本左领看上的东西还没人敢跟我要钱呢，都给我弄走！哎。
哎呦，左领大人，我求求您了，千万别这么做呀！高日子，赶紧解散！解散！不要命了！不能去！也是你们的错呀！救命啊！我们要紧呐！我们要紧呐！昨天那个左领看中他的鼻烟壶，问他要他不给，反要人家二两银子。你还说、啊、我跟你拼了我！我弄死你！张杰，张杰，石大轩，你闭嘴！你再说我不管了。他先打我的，你打得过他吗？张杰，别动，把刀收起来。你甭管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！这一块出来做买卖的，有什么话你说？你怎么还抽出刀来了？你还打人？你这样像话吗？你给他赔个不是，我平求啊！平他干的活比你多，平他晚上睡的觉比你少，凭什么？你也太抠了！当初怎么不把鼻烟壶给人家呀？你看看现在，什么都没有了吧？你还说我？你还把鼻烟壶送给谁？行了，你再说话我抽你啊！我跟他一块打你。你也别生气了，咱们回巴特尔家，回巴特尔家想办法。别生气了，回去再说吧。嗯，跟上，快点！你别真打我！哎呀，兄弟们，醒了，不要伤心了，这是长生天让你们过来跟我喝酒的，咱们喝点酒吧，来，来。兄弟们，来吧！哎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唱支歌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咱那叫他多西嘛！哎，喝酒！你们喝，我喝多了，头有点疼，我先睡了。我对不起你了，我没能耐呀，我出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一两银子都没挣下，我窝囊啊，我窝囊啊，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两银子也没挣下，我窝囊啊。行了，史大轩，别哭了。我想我娘啊！你说我出来这是干什呢？这干什呢？我对不起你。哎，你们两个大男人哭什么呢？你们两个大男人，有肉不吃，有酒不喝。干什么呢？你们俩，巴特，我们现在不能跟你比呀、啊。你看你有羊有牛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说实话，这一群羊也不是我的，
是长生天让我照管的。如果遇上一场雪灾，我这一群羊也不一定能活着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有肉吃，有酒喝，为什么不快乐地活着呢？是不是？来，喝酒。听见没有啊？咱得快乐地活着，喝酒。啊，对呀，来来，干了，喝酒，来喝，喝喝。好，这就对了啊！人就应该这样快乐地活着。对，来，晚上，来，晚上。别不约了，喝。干了，约能喝酒了，干了，约能喝酒了。你看，约能喝酒了。哎，小雪。哎哎，别老这么垂头丧气的啊，起来。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，咱从头再来。看来我看只能这样。哎，张杰咋还没起来？张杰啊，哎，哎，这咋的了？咋的了？这是咋的了？我弟弟说，他和你们是一伙的。巴桑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把你们当朋友，你们忘恩负义。我们就是他，天亮之前，悄悄地摸进了我的马群，偷走了我姐夫的马。哎，张杰，你不是发过毒誓不干这种事儿了吗？哼，我张爷从来没有栽过。怪昨天多喝了两杯，哼，天意啊！不是你喝多也不能偷人东西啊你啊！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咱赔光了，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儿？那这么说，你偷人一马是为了我们呀？我是为了大家。咱们赔光了，总不能回去喝西北风吧？行了，这个事儿是我自己干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不管你为什么偷马。按草原的规矩，只要是盗马贼，就得砍掉双手。啊！带过去。哎妈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饶他吧，他以后绝对不会再偷我了。用不着你管。张爷，我干这行的时候，这手就不是自己的了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哎，好啊，是条好汉。可惜啊，用错地方了。哎，大哥。哎，起来起来，那银子呢？我没有银子，是让银子吗？哎，大哥，那银子你先拿着作为补偿。他又没把你的马偷走，他以后绝对不会再偷了，你放心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以为我们蒙古人和你们汉人是一样的，什么都可以用钱来买吗？不是，他。大哥，他偷马是因为我呀，我们做买卖赔了，所以我们没钱做买卖了。他偷马呢，是为了换本钱，让我们以后继续做买卖。大哥，我不能让他为了我把双手给弄没了，用我的手换他的手，这样行吗？不怕？不怕。你要手，我只能给你我的手。没想到啊，你们汉人中间还有这样的好汉，这倒很像我们蒙古人。好，我就跟你们交朋友了。富人是我姐夫，你们可别小看他，他可是乌里亚索台达萨克汗府的首领。到呼和浩特专门看我的。哎，什么首领啊，大伙儿都是一样的。来，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好啊。
干杯！来来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哎，对了，你是做买卖的啊？你想不想到我们乌里雅苏台做买卖呢？乌里雅苏台，这是外蒙古吧？对，我们那儿很远，很少有人过来，三五年才来一次。哦，你要是来做买卖啊，一定能赚大钱。是。可是，你是不愿意来还是？不是，没有，我真的不是不愿意去。我们这次啊，所有的羊都被官府给没收了，我们现在是一文银子都没有了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做买卖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你们要是有了本钱，想不想来乌里雅苏台？不，来，一定来。好，我们以酒为约，喝一个。好，哎，喝酒。来，来，来，阿三，你去附近的牧户问问，他们这一年需要什么，你算好了，然后把羊赊给王掌柜，他到规划卖了后，再买上布料、粮食、茶、烟酒，给我们不就完了吗？行行，不是大哥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我也没什么本事，我就是特别想跟你结为安达，你愿不愿意啊？好啊，干！来，干！这可是大家见证了啊。好，从此以后，我跟王向清便是安达。谁要是违背了我们的诺言，万马踩死。对，万马踩死，干了！来来来来，顾氏大哥，啊，你真的愿意把这些羊都赊给我们用吗？当然是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半个月以后我们一定把货给送过来。我相信你们，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来乌里雅苏台。行行，我们一定来。对对对，等我们攒够了银子，攒够了雇骆驼的银子，我们就去乌里雅苏台。对对对，雇什么骆驼呀？等明年的春天呢，巴桑家就搬到乌里雅苏台扎营盘，到时候你们就跟着他们的驼队一起过去，不就完了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大哥，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说这蒙古人为什么这么恨骗子？我想问你一句话：从这儿到乌里雅苏台有多远？张杰，多远？3000多里。3000多里。3000多里。这一路上，要过戈壁，要穿过沙漠，难免要问路啊。本来这条路上是没有水的，你去骗他说有水，等巴桑他们搬家的时候啊，走这条路，这不就是等死吗？是。所以，我们蒙古人就最恨骗子。圣祖成吉思汗的法典上定下的是，骗子是要杀头的，是吗？不过，你们不会骗我们大家的。不能。我可是在乌里雅苏台等你们。行，好好，大哥，我们一定去。对对对，放心吧，一定去。跟蒙古人结拜成安达，咱们三个人为什么就不能结拜成兄弟呢？好啊，小弟我正有此意啊。史大哥，你呢？当然好了，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今天咱们哥仨就来个敖包拜把子。行，那咱们去敖包。好，好。苍天在上。敖包在下，我太古王向清，今年26岁，愿与史大学张杰结为异姓兄弟，从此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祁县史大学今年32岁，愿与王向清张杰结为异姓兄弟。我张杰24。你得说你是哪的，那天底下叫张杰的人多了，这老天爷记不住，你说你是哪的就记住了啊？对，你得说哦。祁县张杰，今年24岁。
你不是太古的吗？怎么又祁县的了？我当时是骗你的。这拜把子，我不能再骗你了吧？你说吧。苍天在上，敖包作证，我祁县张杰。等等，怎么了，王哥？我还有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说了你别怒啊。啊，你说吧。就是太古的事，刚才我说了，当年偷瓷器你也知道。啥事儿你说吧。血蹄也是我偷走的。血蹄是你偷走的？是我。王大哥，你要是不能原谅我的话，咱们结拜兄弟的事情就此算了。不是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给二位大哥添麻烦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那个不就丢匹马吗？再说要不丢马的话，你能见到当今圣上啊？啊，就冲这个你还得感谢他啊。行了，这事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事过去了啊。行了，既然你跟我说了，就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，拿我当哥哥了。来吧，接着拜。还有个事儿。啥事儿？这次做买卖，其实做买卖咋了？说呀，说呀。我是想一卷三。啊啊！你个狗日的东西，你敢骗我吗？我直接把打死你！大哥，我张杰不是人。不是，你咋一卷三呀？如今飞大将军四处剿匪，我的那帮兄弟们都已经快活不下去了，所以我答应他们，帮他们弄些银子，谋条出路。本来想把羊抢走以后就算了，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左领，所以我才不得已去偷马。不是，哎，那你偷马也不是为了我们。我本来想把马偷了就跑了，没想到让部人给抓住了。老大哥，你一手相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救错人了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过来，王大哥，你没有救错人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张杰就不能走上正道。张杰，咱们出去应该让部人把你那手给剁下来，让你偷，你就应该给他剁下来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要打要杀，随便二位哥哥。不是你，哎，行了，大哥。咱们呀，就看在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的份上，这次咱们做买卖赚的银子都给你，然后你拿回去分给那些兄弟，让他们走正路啊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咱们辛辛苦苦挣的银子，凭什么给他呀？啊！行了，大哥。再说都给他了，以后咱咋办？行了，大哥，他是一个有情义的人。要不这样，下笔买卖挣的银子呀，都给你。行吗？呀呀，你拉倒吧，下笔银子又让他偷跑。大哥，不会了，你就相信他吧。两位哥哥，我张杰以后要是再偷再抢，便被万马踩死。我信，你怎么着？他都说这话了，那我也信吧。那这样吧，我这当大哥的要是不拿出点银子来，也太不近人情了，是吧？这还有点大哥的样。来，接着拜。来，老三。苍天在上。不是，那个，等会儿，我说老三呐，你再没有骗我们哥俩了吧？哎，对啊，你再没骗我们的了吧？没了没了，我保证，绝对没有了。啊，那来。来。苍天在上，敖包在下，祁县史大学，太古王向清。祁县张杰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愿意结为一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
三弟，哎，哎，咱以后啊，咱们就拧成一股绳，那个劲往一处使。对，往一处使。只要咱哥仨一条心呐，就是再大困难，咱肯定能发大财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能发大财。哎，咱这做买卖是不是得有一个字号啊？如果没有字号的话，这买卖也做不大，也发不了财啊。那当然，这字号是脸面的，不光好记，还得响亮。对，对对对。哎，嗯，你们记不记得，师傅说，咱们在草原上做买卖，这离不开人，人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咱这字号里边得有一个人字。另外，这做买卖呀，讲究的是财源茂盛，那必须得有个盛字。哎，我张杰做事得做第一，以前倒马第一，以后做买卖也得第一。一直走，一直想。